是佩佩猪，这是我弟弟乔治，这是妈妈猪，这是爸爸猪。我们就开始喽。今天播出妈妈猪的生日。今天是妈妈猪的生日，爸爸猪为妈妈猪做了床上早餐。生日快乐，妈妈猪。佩佩和乔治画了一张生日卡给妈妈。生日快乐，妈咪。哦，好漂亮的生日卡片呢。我们还准备了更多的惊喜，好好享受你的早餐，慢慢吃。嗯，好吃。快点，我们还要准备其他东西。爸爸猪替妈妈猪做了一个生日蛋糕，我们必须把蜡烛放上去。一、二，我来了。妈妈猪已经吃完生日早餐了。妈咪来了。糟糕，我们还没准备好。是谁啊？我是妈咪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没有，没有秘密。可是你不能进来。我知道了。妈妈猪，你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好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今天是你的生日啊。好了，佩佩，我知道客厅在哪里。这里有杂志。谢谢你，佩佩。还有好听的音乐。谢谢你啊，佩佩。我们需要和妈咪年龄一样多的蜡烛。一、二、三。糟糕，我们的蜡烛不够。爸爸，妈咪几岁？我偷偷告诉你。哇哦，好老哦。我想三支蜡烛就应该够了。妈妈猪的生日蛋糕准备好了。万岁！我们还要去布置客厅，动作快点。Hello， 妈咪。哦，你们来啦！我正觉得有点无聊呢。妈咪，你要不要去院子里散散步？我可以说不要吗？不行。再见，妈咪，好好去散步吧。等一下，我们会叫你进来。我已经忘记生日有多辛苦了。爸爸猪、佩佩和乔治在装饰客厅。好好玩哦！爷爷猪和奶奶猪也来庆祝妈妈猪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，妈妈猪！你不进去吗？我还不能进去。爸爸猪、佩佩和乔治正在为我的生日做一些秘密的事。真好啊，待会儿见。拜拜。妈咪，你要不要进来了呢？我很乐意啊。闭上眼睛。还不可以张开哦，妈咪。一、二、三，张开眼睛。生日快乐，妈妈猪！好棒的惊喜啊！把蜡烛吹熄，还要许愿。妈咪，妈咪，打开礼物，你猜得出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猜不出来哎。打开来看呢。哇哦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！哦，妈咪，你好漂亮。这么漂亮的衣服要穿去哪里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两张是今天晚上的戏票。谢谢你。妈妈猪好喜欢去看戏。我跟奶奶猪会照顾两个小孩的。好棒啊！真是个好棒的生日哦！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妈咪了。也是最漂亮的。